我愿和你一路狂奔，生死相依。国公，黑姑姐姐，吃点东西吧。我不想吃。别傻了，女人要自己心疼自己。我平时是不喝酒的，来，今天我陪你喝一杯。来，喝。黑姑姐姐，你为什么不嫁人啊？是不是没有喜欢的男人？我过去喜欢过一个男人，他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。我爱的男人也死了。小姐，请喝茶。红玉，以后别叫我小姐了，要叫我大奶奶。是，大奶奶。董姑爷呢？
还在那个小壮壮的屋里睡觉呢。去，把董姑也请来，我有话要说。是。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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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吵什么吵你？大奶奶说，叫你到堂屋去，她有话跟你说。大奶奶？哪个大奶奶？就是我家小姐呀。不去，正睡觉呢。哎呀，你别烦，吵什么吵，出去。哼，你快点啊。找我啊，老婆。以后要叫我太太。太太，这听起来多别扭啊。别扭什么？又不是村野婆子，叫老婆难听死了。哼，想不到我董一和也有太太了。哼，找我啥事儿？我呢，已经过门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董家的当家奶奶。嗯，这家就要有个像家的样子。有些规矩，我要先打个招呼。啥规矩？等家里人都到齐了，我会说的。听说，这家里还有个二奶奶是吧？二奶奶。有，有，叫果果。怎么着？还有个伙计叫转转是吗？那不是伙计，是我兄弟。红玉，去，把二奶奶和转转叔都请来。你们来了，啊，太太，这是董姑爷，给姑爷请安。给姑爷请安。你不必跟他们客气，老金和刘妈是我请来的佣人。啊？什么佣人？老金，以后家里的粗杂活就交给你了，家里人口不多，活也不重，不忙的时候就帮着放放牲口。是，太太。刘妈。以后你就在厨房里煮饭烧茶。我这个人讲究干净，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先洗手。我知道了，太太。董哥，你找我啥事儿啊？我没找你。这是转转叔吧？啊，这是新奶奶吧？你叫我小转转好了。刘妈，给转转叔看座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叫你坐就坐啊。啊。大奶奶，二奶奶不肯起来。再去请。告诉二奶奶，以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，就是来给大奶奶和姑爷请安。我说了，果二奶奶就是不起来，还骂我。去，给二奶奶跪下，请她起来。哼，算了吧，我们这些人都野惯了，早上喜欢睡懒觉。不行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哪儿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规矩？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。红玉，去。我不去。二奶奶好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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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
你不去呀、啊，我去。心疼自己，我的亲果果。想你了、董姑爷，二奶奶，大奶奶，请你们赶快过去。知道了。果果，果果，咱们去见见大奶奶。啊，谁是大奶奶呀？她就是那个尹家小姐。她呀，啊，不去。哎，以后都要在一口锅里吃饭呢，啊？那我也不去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呢是不会去的，也不想去。要去呢，你去。转转叔啊，现在咱们家总共有多少匹马？有30来匹吧。那每一趟的运费能赚多少？这个我不知道，都是董哥在张罗。那每一匹马的脚钱是多少呢？这个我还是不清楚，都是董哥在张罗。那现在家里总共有多少本钱？这个我就更不清楚了。哎，你问董哥吧。然后还在聊呢？啊哥啊，二奶奶怎么没来？是不是要我亲自去请她呀？算了吧，昨天晚上她喝醉了，让他睡吧，啊？是吗？红玉，去叫刘妈给二奶奶做碗醒酒汤。是。哎哎哎！哎，壮壮啊，你怎么还坐这儿呢？昨天不是说好了，订完马蹄铁之后你去放马吗？订马蹄铁？昨天说的事儿，你怎么忘了呢？啊？哦，对对对，一早上还没放马，马上还得那个什么呢？等等，转转，你先去吧。啊，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哎，董哥，那你商量吧。啊，我走了。啥事儿？说吧。走，咱们进屋说吧。老金，我出去遛遛马。哎，壮爷，你让我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去吧。这是我们下人的事儿啊。什么上人下人的？老子就喜欢放马。走，走。大鹏，小白，我带你们出去自由自由。你找我到底干嘛？你把账本交给我看看。啥？你们生意往来的账本。没有。怎么会没有？我记那干嘛？一本账在我心里头清清楚楚的。那家里还有多少银子？你都给我报个盘。
我凭什么给你报盘呀？就凭我是你太太，董家明媒正娶的大奶奶。我的大奶奶，你是个婆娘，爷们儿的事儿你少管。不行，我是当家奶奶，我就得管。我的事儿你管不着，你别在我面前摆什么大小姐的谱。哼，我不尿你那壶。行啊，只要你把董家的长辈们都请来，当着他们的面羞辱我，我就不管了。去。所有的钱都在这儿。就这些？对啊，办完喜事就剩这么多了。二奶奶那还有吗？没有，我国从来不摸钱。以后每一趟都要记流水账，开支多少，赚了多少，一笔一笔记清楚。我小时候也读过几天书，不过全忘光了。赚着的大字不识一个，这账可怎么记呀？忘了再学呀。从今天起，你每天跟我学记账。哼，我这把年纪了，学他干嘛？古话说，活到老学到老，你们现在这样子一辈子也就跟个马屁股，要想成大事儿就得有个章法。哼，我不放马了还得铡草定马掌，小转着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。那都是下人的事儿，你是掌柜，掌柜有掌柜的事儿。反正眼下是雨季，牲口上不了路，你就在家学习记账吧。我跟壮壮商量一下吧。去吧，这些钱就放在我这儿。瞪着我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往娘家里搬的，我已经记了账了。我打算把这些钱都放在钱庄里，这样钱才能生钱。钱庄？你笑？董哥，笑什么笑啊？董哥，这下你可给套上龙头了，天天坐着念书写字儿。哎，没准啊，屁股上还得挨板子呢。他敢？你先别说硬话，我跟你说，我看这大奶奶呀，可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再不省油，他也是灯。告诉你啊，男人才是点灯的火。你等着瞧吧，早晚有一天，我非制服他。哎呀，你呀，就吹吧你呀。去你呀！嘉贤来了，坐坐坐，坐吧。红玉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爹，这是2000块大洋的银票，你先拿去还钱庄吧。你哪儿弄的这钱？
是董一和交给我保管的。江姐，你可救了鳖的急了。我救也只能救一次。哎，爹，我看你还是把生意接过来吧，哥他不是做生意的料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爹，您还得给我打个借条。爹也要打借条啊？那当然，这钱是董一和交给我保管的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。我现在嫁过去了，那边才是我的家呀。是这个理儿啊，爹给你打借条，不过还钱的时间别定死了，行吗？可以，不过利息可要照算，钱庄是三分利，我只要一分就是了。嘉贤呐，你怎么是个女儿身呢？你要是个男人，咱们尹家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啊。爹，您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您女儿就是再强，也是个马锅头的女人。嘉贤，她对你还好吗？好不好，日子也要过下去。要不我对她说说。爹，您管还能管一辈子不成吗？这倒是，可是爹觉得对不起你呀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，爹给你打借条。来，吃饭吃饭，还等什么呀？再等等二奶奶，我让红玉去请她去了。哦，对对，等等果果姐姐吧。啊，大奶奶，二奶奶说她不来，就要把饭菜给她送到房间里去。不行，要吃就到这儿来，大家一起吃，不能单开。哎，怎么吃不行啊？非赶在一块儿，又不是喂牲口。那可不行，喂牲口也得有个章程，马有马槽，牛有牛圈，要是坏了规矩，这个家可就没法治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说一句你说十句，我叫他去。你不能去。为啥？你是一家之主，蒸笼还分个上下格，这也是规矩。规矩规矩什么破规矩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些人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哪来那么多破规矩啊？以后别老提那些烂规矩啊。是你吹吹打打把我娶进门的，我该说的就得说，该管的就得管。你要是嫌我说多了管错了，咱们去把董家的长辈们都请来断断公道，看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。你哎，董哥董哥，算了算了，咱们先吃饭吃饭吧。啊，一会儿我去劝劝果果姐姐啊，先吃吧。吃个屁。一上一，二上二，三下三下五去二。对了，你这还是会一点吗？那是，我只不过是不想学罢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娘送我到李先生的训练书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天到晚啊，只想下河摸鱼，结果挨了不少板子。我一气之下呀，就再也不去读了。怪不得你只能蹬个马屁股，要想成就大业就得识文断字。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哼，古人说，古人那是编瞎话呢。我告诉你，你看看我，我大字不识一个，不还是有房子有牲口，我还有俩太太呢。那你也只算个土老财，永远成不了什么大气候。为啥？你看这宝丰城的名门望族，哪家不是一商一儒，
光有钱算什么？要是家里没有点书香味儿，也会被人瞧不起的。你说这些，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？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以后你就会懂了。现在呀，还是从最基本的学起吧。把九九归一再打一遍。好、还要打？打，十年寒窗才能金榜题名呢。董哥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啊啊，好好，有事儿，我去了啊。快快快！多亏你来救我。哎，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董哥，果果还没吃饭呢。不是叫你给他送点去吗？大太太把厨房门锁了，我进不去呀。这婆娘。果果，以后还是上桌吃吧，啊！我不去。你这不是难为自己吗？我就是不去。看着你心爱的女人挨饿，我看你怎么当男人。这不他也是我用轿子抬进门的吗？那我呢？董哥，你带我走吧。上哪儿去啊？不管上哪儿去，只要你带着我就可以了，赶马都可以的。可是咱那跟在马蹄窝呀。再说了，这房子都起了。房子？闹了半天我还不如一间破房子。不是，他不。董姑爷，大奶奶说请你过去安寝了。不去不去不去，我在二奶奶这睡惯了，你叫她自个儿睡。大奶奶说她有事要跟姑爷商量，有事明天再说，告诉她我已经睡了。这你还是走吧，省得人家总是三天两头派人来叫你。我们走。奶奶，董姑爷他不来，知道。你先回去睡。儿媳妇家贤给您烧钱来了，您老人家请放心，家里一切都好。您还有个儿媳妇，她叫果果，她今天没来，我也替她给您烧几张吧。Thank you.
于和，我有话要跟你说呀。大伯，你要说啥？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你先跪下。为啥？跪下呀！跪啊！我今天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大伯，为啥？你虽然给我们董家长了脸，可是我听说，你纵容二奶奶跟大奶奶作对，有这回事吗？您听谁说的呀？你甭管听谁说的，这尹家大小姐是我们董家明媒正娶的媳妇，你不能宠着小的压着大的呀。谁压着谁了？他尹家前一过门就这个规矩那个规矩，您说反不反呢？应该有规矩。尹家小姐知书识礼，严厉治家，她这样做那是对的啊！你有这样的媳妇，那是你的福啊！你还不知足啊？哼！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一和，一和，你，我告诉你啊。回去好好管着那个小的，他要是再不守妇道，我们董家的人就要把他赶出马厩。我去，来，老金，你让开，让我来。哎，姑爷，这可不敢，这是我们下人的活，你歇着去吧。什么下人上人？老子几天不动的，快憋出毛病来了，你让我出出汗。哦，那我帮刘妈劈柴去了。啊，去去去去。哎，董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啊？转转。啊？我娘也下葬了，咱们还是早点上路吧。哎，这雨季还没走啊？什么雨季旱季的？待在家里实在是烦。嗯你也烦呐，我早就想跑了。这吃饭呢不能说话，喝汤呢不能出声，晚上睡觉还得洗脚，烦死我了。这样吧，啊，你把这个安具啊收拾一下，明天咱们就上路。眼不见心不烦。嘿，好。来，董哥，帽子。转转叔。你来，什么事啊，大嫂？你把这个算盘替你董哥带上，晚上住店的时候可以敲打敲打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还有这些账本你也替他收好了，生意往来以后都记在账上。你董哥事儿多，你得提醒着点啊。知道。行了，知道了，上路。等等，转转，你把这个铜盆带上。每天晚上记得给你董哥烧点热水烫烫脚，他现在是个有家室的人，不比从前了，烫脚当不要吃的啊。哎，我小转转啥时候有人疼就好了。哼，有人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呢。他傻瓜呀。转转，哎，上路吧。好嘞，上路。上路。走了。这走吧，走吧。奶奶，二奶奶还是不来吃饭，不来算了。谁说我不来吃了？我吃的是董哥的饭，又没在别人碗里抢饭吃。刘妈，给二奶奶盛饭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有手，用不着别人伺候。刘妈，二奶奶，跪下来求二奶奶，别坏了家里的规矩。什么破规矩啊！我就是不听。二奶奶，我求您了，让我伺候您吧，别让我们当下人的为难。刘妈，给二奶奶盛饭。是。
二奶奶，请用。红玉，告诉二奶奶，做主子的吃相要斯文。啊，二奶奶，我来替你夹吧。我不用你夹，我不吃了，行了吧？红玉，送二奶奶回房。是。这一方来的女人，就是少挑失教。马料钱十个大洋，住店的号钱，哎呦，花了五个大洋。看什么看？多少？五个大洋。还有买东西，买东西花了，我看看。哎，转转啊，对了，你明天回去啊，把这个交给果果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我在巴莫街给他买的，果果最喜欢这玩意儿。啊，你自己交吧，干嘛让我交啊？咱们这个家你还不知道，两个婆娘在那儿，我已经够心烦的了。活该，是你自找的。哎，嗯，你可别跟大奶奶说啊。我知道。嗯，刚才多少？十个大洋。什么叫十个大洋？哎，就买这东西十个大洋啊。啊。嘿，今天还有酒喝呀。你们这一趟辛苦了，喝点酒解解乏吧。哼，辛苦倒不怕，就是家里别再闹腾就行了。哎，果果，就等你呢，快来坐下，快来坐下。刘妈，给二奶奶盛饭。是。哎呦，二奶奶，你这是什么摩登玩意儿啊？哎呦，真是好看呐！漂亮吧？哎呀，漂亮啊！这个呀，是董哥刚给我买的，这个叫手链。你看，这上面镶着12颗印度红宝石呢。大奶奶，帮我看看这多少钱？这是鸡屎红，值不了几个钱。不过你戴上倒是挺般配的。你是说，我这个是假的？假倒不假，不过这宝石里的学问大着呢。有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猫眼、祖母绿。红宝石里又分印度红和缅甸红，最值钱的那种叫鸽血红。你这种鸡屎红，不是上品的。哎呀，大奶奶说的一套一套的，你什么都见过啊？那你怎么不戴呢？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嘛，就得庄重点。又不是雨花楼的戏子，珠光宝气倒是珠光宝气，可没一样是真的。大奶奶，你是没有才这么说的吧？要不然我借给你戴戴。我爹给我的陪嫁中倒是有那么一套鸽血红的首饰，光是手上那枚戒面就有黄豆大小，听说总共要值10000两银子。什么时候有空了，我翻出来给你看看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值钱的。说了半天你也没有啊，是你爹的。哎呀，董一和，你也真是的，吵吵吵，一回来就知道吵。你们能不能让我耳根子清静点？这个给你了。转转，稿子下面，明天咱们就上路。哎，你们看，董部头来了。让，不怕说了。让。董国头，你得为我们做主啊！董国头，董国头，他不让我们过去。哎，他们说，董国头，人家不让走啊！太不像话，太不像话，不讲理呀！真是，为什么不让过？要收买路钱。嗨，平常不是都交吗？怎么了？舍不得了？不是舍不得，他们涨了。他们说每一吨要多交半块大洋。半块大洋？哪有的这个规矩？董国头，我跟他说，
政府总部都做出这些话，就是。看着办。兄弟，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去？钱，团长，哎，给的。好嘞。长官，40匹马，10块大洋。不够，还要10块。哎，怎么涨价了？那10块是兄弟们的烟钱。放你娘的屁！哪有这种规矩？兄弟们，你们说呢？那是啊，是哪有这种规矩啊？把马都牵过来，走走，我这就不让过。过去过来，我要开枪了。住手！让开！那他们呢？他们不行。大家不走，我绝不过去。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！都是一条道上的朋友，我不能撒下大伙不管。给。伙伴。好。兄弟，谢谢了。董哥，这马锅头好气派啊，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呀？大概是个刚出道的。哎，这种人值得交朋友。对。哎，大家伙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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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兄弟，洗脚呢？咱们交个朋友吧，我叫董一和。兄弟，今天的事都亏你了。想不到还真是个女的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是18妹。当然记得。我还记得那天早上你就……那天早上我被黑马爷带上山去做压寨夫人，你躲在屋里不敢出来，是。18妹，真是没有想到，我们今天能在这儿碰上，也算是有缘分了。什么缘分？你现在是鼎鼎有名的大马锅头，我只是被人家抢去做压寨夫人的残花败骨。哎，那要是没有缘分，你今天干嘛帮我？我不是在帮你。我是不想让你断了大家的活路。看见没有，我不给他们点教训行吗？他们太欺负人了。这里是缅甸，脚下走的是人家的路，脚下站的是人家的地，做的是人家的生意，就凭你那点蛮子气，就想在这道上逞英雄。当年你怎么不在黑马爷面前逞英雄？哼，你行啊。让阳光温暖每容间，
就勇敢，无所谓。